当你找没有？很久没看到。哎，五百块，搞这么钱哦，喝酒钱五百钱，都来五百块，想要晒，五百块想吃五百块，就来五百块，来都五百块。来，五百。上鱼龙虾，什么的。来，可以吃无？来五百块，来喝酒钱五百块，全都五百块，来。我个问者吼，我就是五百块，想要吃五百，要挨过来来，我五百块，我就是五百，全都五百块，我要吃五百，五百块，还不要吃我，今天个歹吃块多，哦，来五百五啊吼，五百啊，来再回来，刷鱼啊，刷鱼，刷鱼啊，潘总，前头讲你了，秘制鱼啊，好，鸡排来，来鸡排哦，卖相。麦香鸡堡吗？秘制鸡排，秘制鸡排哦啦，还有来杯哦，麦香锅麦香锅好啦，你要吃这无？只要放一面头，一包三，等我一下，反正一分钟好哇，包三包两包，包好一包就对啦。来，两包起来哦，对啊，包好多啊，包好好，四包三包来，来三包啦，我问一下，包好好，想要吃包好好？来，包好一面来过来，来，大哥招一个包好好，想要吃这？小二放海鸡啊来，来八号一面都来，小二放什么吃啊？我问一个八号好，小二放，无啊，小二放无啊？哎呦，我做一个歹事吼，伊车路边动的尔，我先提哦，大意嘞，我先提哦，伊一分钟就好啊，好不？啊无，等下去用开阳台接水。我只开一张啊，九百啦，九百，九百。啊！啊！无紧啦！啊！你算算未过开啊啦，佫无紧啦！来啦吼，咱就先整其他啦，好啦。迄个我问一下啦吼，所以啥物菜？三杯啦，姜丝豆油水啦，规地肉肉肉完全无饲的啦，一包卖三百，开两百，看大地大地就好啦吼，两地卖五百，卖四百开三百，这边就好来，两百块来就好两百块。来两百，这边就好来两百，来两百。来两百来倒来，大地倒来吼，来两百来，我啥物菜？两百块。两百，我们就甩两百块菜面地啊，来两百来。来，两百来倒来，两百来，甩啥物吃？两百来。来，别吃来，我就吃两百块面倒来，甩两百块。两百。无啊，甩两百无啊，好，来，来别啊来。来，嘿。我讲一下吼，这块咱做啥物爱的，一百块倒来背下来。哎，他怎啊比价啊？我来捞的啊啦，我钱来就捞。我来，我来，看食我啊无？我最好食，甜好食，真好食，大只倒好来。我先讲一下吼，大只倒好，大只倒好啊啦。我讲来啦，我上要食，我讲大只无重要，钱好。哦，我爱也钱好，哦，大只倒好啦。看到无？我大只倒好，钱倒好，水倒好来。你帮我找那个米子的那个吧。我问一下来啦吼，我吃要吃啦吼，等去吹等去炖啦吼，卖我一只卖偌济五百。开个账。哎，咱三无几个人啦吼，一只卖五百，卖四百，还三百。我来讲一下啦吼，两只卖六百，哦，两只卖六百，两只卖六百，两只卖五百五，还五百，还倒五百块。我问一下五百块，哎，我吃要吹，一个来倒来，五百。什么吃五百块就倒，我阿姨啊五百块。我问一下五百什么吃，我阿姨啊吼，五百什么爱的。五百，我来。有讲完没？等我一下。来 ，Hello， 老蒋问一下，我啊五百块什么吹？来，来五百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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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五百块就倒。好不好？五百，大姐啊，大姐啊！迄个我问一下吼，你只要食我阿姨无？五百块啊，有人要害无？五百块就一个，我啊！来啦来啦来啦！我讲八个啦吼，是啊，我嘛要写好行啦。我讲真个，写嘛写好行来啊，这边五百块来倒来，五百来啦。哦，袂晓食好无解啊啦，不然袂只俗个啦，大姐啊，我讲真个啦，五百来倒五百块。有人要吃无？我阿姨，搁袂晓吃，我无解，来另外五百来。来，我来讲啦，搁送一只互你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搁送一只互你啦，五百来，五百块啦，看啥物吃啦，五百啦，五百块啦，有人要害无？
五百。嗯。哎呦，问一遍，哎呦，我爱五百块，我不吃啊，吼，五百块啊，我不爱哦，来就打开。你都爱。还算你有。哎，算你有。哎，刚好姐，刚刚讲讲完了。讲完。然后讲完了，讲完了。哎呦，一百块还多，一百块来卖卖两百，卖卖两百也无啊啦。好，一百块多，一百块拿回来啦。不对啦，一只鸡排才对啦。啊，你讲的一百块钱都讲完嘞。一两包，靠腰。现在一只白，我专门卖一百，你搞个白包。白包比较不好骗。快讲，一百块，我们讲一百块谁要吃的？贡丸。问一下，问一下，来。我往回去啦。回去玩啦，好啦，蜜汁来，是啦。蜜汁。啊，蜜汁鸡腿。对，蜜汁鸡排啊。好，蜜汁鸡排，快说好。你在做捌食过夜市啊？就知影，蜜汁鸡排伫夜市啊，你卖足贵的，一袋八九十块。啊，你等于基本上这是冷冻的，你知无？规袋袋个个都熟的就对啊。你等于用微波炉用个烧就好，食出来卖好几公。好，你听我意思啦吼，一面就好啦，一包外重一公斤，正常来讲卖着偌济，五袋六袋无一定。卖个你开一千块八百六百五百好无啦？我上一看上去食五百四百三百，一面就好来三百块，三百蜜汁鸡排啊，三百，安尼来。三百，只要五一遍好不好？来，我讲来一遍就好啦，两百块，来吃啦，来两百啦，回家打，来两百啦，腰酸啊，来两百啦，又冷腰又酸，来两百啦，哦，蜜汁鸡排我就吃两百块啦，快吃啦，来两百来。两百块，我想要吃两百，倒来两百块。我一下两百块，谁吃了？我问一遍哦，蜜汁鸡排，我就吃两百一遍，倒来蜜汁鸡排，两百，不啊哦，蜜汁鸡排两百还不啊来两百来，来。我讲，剩三包尔，三个人，要吃我就吃两百一遍，倒来两百块。我问一下两百块，想要吃啥？来，来，要吃无？我就吃两百块一遍，倒两百块。这就叫物件，蜜汁鸡排最好两包。无啊。无要，慢慢来吼，来慢慢来。来，迄个我做算你来，我算排一道了，算你来，算你来。有的喝不到。好，算你讲一个重点吼，水好食，真好食，保证无水酸。吼，保证无水酸，水酸是下水上的啦，拢记得啦，一面好啦，快讲来啦吼，要吃快讲一袋卖偌济。一斤四啊二啦，这袋开就三百几块啦，安尼拿过来啦。两袋卖六百，卖我五，五百就卖了五百块。你老铁，你排骨偌济？我一箱。来，我就一五百，来要吃来。我就一五百，我海菜无啊？海菜无啊？我们来要吃蒜泥无？你刚刚做蒜泥无？来，我就一五百块，就卖了五百块。好，我去拿一路。你即摆讲三三，我拢知影，等我一下就影啦吼。我先问一下，算二五百块，怎么钱啊？一面好，卖多少？来，五百块，谁知道？哦，鳕鱼四个五百块啊！我卖过几个，我剩几箱了拢无啊！一面好，来要吃来，来无料恁来，五百块来，好五百块，好五百就对啊，五百块来，要吃来。我问一下来啦吼，在座现在算二个就是五百块来，三个来五百，好啦。我再问一下来啦吼，我还要催你无来啦吼，保证无水算的来。来，我问一下吼，五百块算二，啥物最好就是五百块，一面好五百块，五百块谁知道？五百，问一下吼，鳕鱼五百块什么钱？无吼，来就放来，来咧，我来讲吼，铁路排骨来，排骨来，啊你飞机玩无啦？来，我讲排骨来，排骨来嘛来，我只问一下，来啦，我来啦，我只铁路排骨什么钱呢？哦，大正好食，很好食，钱好食，劲好啦，要吃我讲来啦吼，卖讲一袋卖偌济，咱讲真诶啦，正常爱讲一袋老八十块。我那个只真正大袋，咱讲买啦，哦，铁路大牌啊，卖个一袋八十块来要吃来，两袋好去好不好？哦，两袋好去啦哈，两袋好去来，我讲三袋好去安尼啦，卖个三百，卖讲几啊块，两百一面好，两百块，我问一下铁路大牌两百块一面好，一个来，我讲来啦，要吃四袋两百一面好来，铁路大牌四袋两百块什么吃啊？无用，咱讲真诶哈，我虽然知你定卖讲伤久啊，好不？哦，四袋两百，四袋两百，比你讲卖青都较俗，两百块来，来五袋来，六袋少你两百来，一面好啦，五袋来，要吃这六袋我就借两百，一面好来两百块，有人要吃这块来两百来，要吃来，五袋来，要吃来，我六袋少借两百块，啥物吃这？两百块谁知道？两百块我就借两百，啥物吃这？铁路大牌啊，两百。问一下，两百块谁吃的？
不用担心，小姐，这一台他超过你。你没去玩过啦？啊，这排队啦。那那个大热狗。来，我去玩来一百，二十八个。来，来，来，我问一下吼，我做一百块谁吃的？我去玩。来，我去玩一百块，你还一百？老板就会给你发哈，发出一百块谁知道？发出来谁知道？不要来，来喽！米会，米会啊，米会！哦，咱们今天变成粗白，来，好米会。我讲哦，变粗白，变粗白。哎，我讲哦，我买这是我拢甲讲过，比恁共外口人买米都较俗。啊，对啦，我真个啦，吼，伊外口米无可能遮俗啦，我真个啦。那我你讲来啦，吼，正常来讲啊，吼，你就是煮清汤啦，吼，煮清汤也用甜的啦，用炊的材料，好无？一包几支，一包三支啦。哦，超商卖一支偌济，十几块；一包三支卖偌济，四五十。哦，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五包就是来，卖五包十五支哦，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其实拢唔免，一百块就好啊。啊，我你讲来啦，吼，一面就好来，你这要食无？五包十五支，一百块一瓶，来我讲来，六，做咧烧送个啊啦，吼，做咧烧送，我讲啊，六七八九十来一百块，还要吃？来，来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，二十包油，六七八九十来一百块，要吃？二十包油，还要吃？来，一、四、两、三、八、六。